用曹浩子的 Kit Plus 平板，配合这个 COS 一、COS 二机械款的测试平台，来匹配一下这个 COS 的钥匙。首先连接这个 COS，然后连接电源，打开电弧开关。这里的灯是不亮的，这里灯亮起来了。我们测试一下这把钥匙，这钥匙自己会弹出来。我们把这把钥匙配到这个平台里面，这个模块都不用接，选择防盗。选择欧洲，选择宝马，选择系统，选择 COS 一，选择钥匙功能，选择 OBD。等一下，yes，获取数据，点 yes，点击 OK。保存文件，点击保存到这里，点击 OK。文件保存成功，编程钥匙。选择第九把，把钥匙放到编程器里面。点击 OK，不是智能钥匙。点击 OK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钥匙添加到这个 COS 里面去，添加钥匙，点击 OK，钥匙已经放到编程器上面了，点击 OK，不是智能钥匙，点击 OK。正向性钥匙已经添加成功。点击 OK。我们读一下钥匙信息，看我们刚刚写的第九把钥匙是不是写成功了。第九把钥匙已经是启用的，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把钥匙，钥匙是好的。